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计算哈这个极限。那这个哈，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项的哈 ，limit 哈 ，x 趋近于零，啊，这是 x 分之 sin 呢，二 x 了哈，啊，乘以多少呢 ？x 分之 sin 五 x， 啊，这两个极限都存在了，所以可以把它写成 limit 哈。x 趋近于零，啊 ，x 分之 sin 呢，二 x， 啊 ，limit 哈 ，x 趋近于零 ，x 分之多少呢 ？x 分之 sin 五 x， 好，那这个哈，我就定 y 哈是等于二 x。y 如果是等于 2x 的话，那 x 齁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一 y 嘛。好，当 x 趋近于0的话 ，y 也是趋近于0，就是 limit。y 趋近于0，哦，啊，这个是 x 是二分之 y 嘛，所以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 y， 二分之 sin 齁 y。然后这个齁它是趋近于1的。所以这个它是趋近于二，哦，这一项是趋近于二，那这一项的话哈，我就令哈，令这个五 x 哈等于 y， 那这个 x 哈就等于五分之 y 嘛，哦，这是 limit 哈。当 x 趋近于零的话 ，y 也是趋近于零 ，y 趋近于零，那 x 呢是等于五分之一 y 啊。啊，我一个是 y 嘛，所以这是 sin y， 那这个也是趋近一啊，我这趋近一嘛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一除以二分之一就是二嘛，二乘以多少？一除以五分之一是五，所以五二得十，所以这个是趋近于十啊。